非常豪华，包括它的编钟都是鎏金错银的，包括它的编钟架上面都是描了金的，虽然是漆木器，都是描了金的，等于说它实际上它是反映它生前的一种豪华的宴乐的场景。 即使是八个，那下面还有。因为在乐器库旁边有显示身份的钱库、粮库，包括它的东面的酒库都存在，所以它这个乐器库啊，里面是最代表它的身份和财富价值的。